伫五六年前咧，五六年前，阮故乡啦，阮故乡是严肯人的世家啦，严肯人的世家，严氏开垦人的世家啦。啊，较早阮细汉的时阵，种甘蔗、种番薯、种稻谷，到阮爸爸在世的时阵，做油麻糍啊，按做番薯买卖，做番薯啥物买卖，甚至番薯叶来买卖。啊，即个咱拢有过去。因为阮大汉了，阮才知影讲，阮也会变电农。阮毋是原始开垦人，只讲是有土地所有权，他会变电农。即嘛电农已经经过五六十年了后，水利就会讲要叫阮拆厝兄弟，要叫阮拆厝兄弟，所以我拍迄个塑像，拍迄个塑像是咧还原真相啦，还原真相。为虾米要爱还原真相的原因，就是讲。因为，反左过必留下痕迹。啊，明明日本时代是阮祖先开垦的土地，是安怎会变成农田水利会、水利组合的产权？啊，水利社就组合改水利委员会，啊，了后才改水利，拄开始水利协会，再来改水利委员会，再来改水利会。啊，即嘛，咱农田水利会已经改制为公务机关。啊，即嘛，即个国有的财产含。民进党政府是不是要修法，赶紧还予咱严氏开垦人的土地所有权？啊，所以咱来看我以前去台南、去云林所有的片段。感谢，谢谢大家。